年底要送礼了，如果是送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，或者是很喜欢一些家具美学的朋友啊，我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一款。它是一个台湾的设计师品牌，叫 Toast。然后这个系列啊，它是纯玻璃打造的，而且是双层玻璃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茶壶搭配一个玻璃杯。哦，我们现在就打开给大家看看哦。里面有一个说明书哦，这个系列叫做 Lotus。就是莲花的意思哦，因为它的设计的造型啊，取材于那种莲花，它的开花的时候盛开的模样哦。我们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子。这个是它的壶，看起来很像杯子，然后上面是一块金属的，它是怎么开？它是这样一推着，然后就可以从这里倒出来，还可以过滤茶叶。那这个也是它的杯子，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莲花的意象。这个也是，所以你泡茶的时候啊，茶叶放进去，然后热水倒进去，把它盖起来，闷着，好的时候呢，推开，倒出来，这就是一个很晶莹剔透的一组双层玻璃杯盖茶具组，蛮适合在这个季节用来送礼的。